别伤心，再贴对联了啊！差不多时候了，为什么这对联这么小呢？你贴 Jerry 家门口啊？不是，贴车上的。我在车上贴对联，贴车门上，就贴车的前头啊。在山西，凡是有门的地方都得贴，轿车、摩托车、猪圈、鸡窝什么的。哦，我找到你的漏洞，摩托车上没有门的。油门。回来了啊！我得感冒了。 不是，我就坐了趟地铁，花粉过敏嘛。这整个地铁都是花。喂，那你最近少点出门了？不坐地铁不就完了？哦，那就小车、摩托车、单车。大哥才刚立春，你们就花季了？不对，广东四季都是花季。行，我哪儿都不去，我搁家做凉菜。做凉菜。 打算今晚喝一杯呀？不是，年夜饭吃的要做很多个啊！为年夜饭这么隆重，干嘛不吃热的要吃凉菜呀？你懂什么呀？发凉发热，先吃凉菜，喝酒，完了再吃热菜。哇，什么给我送啊？我可以呀！根本可以，你可以个屁！这个金鱼养殖大师，热菜都没上，你都喝晕了。你们就没有人光吃菜不喝酒的吗？ 必须有啊！你就做小孩那桌。哎，大人那桌我肯定做啊。人山东仔确实可以，就不知道我祖宗喜不喜欢吃你们的菜。你祖宗一起吃啊？一大早去请家堂年三十，完了把祖宗请回家一起吃年夜饭，一起过年。我们不这样，那我们的祖宗啊比较社恐了，他们喜欢开小灶。